东宫庙的大太子哈。有没有发现到它的骨架不太一样，比较大一点，有没有？一样是孟宗祖来住的哦。啊，对，今天我们现场也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宾哦，当初啊，帮我们做这个骨架师傅哦，谢希吉老师傅，他已经往生很多年，但是今天他的儿子呢，有来到我们现场，对哦，谢先生哦，谢希吉先生哦，这是他爸爸做的哦。一样哦，这个是活动的哦，这个是在固定托腹用的哦，是穿过来，然后这里是红的庙，底下还要用那个什么竹子做的那个竹钉，要在这边固定起来，穿过去哦，它就不会跑掉的哦。刚刚其实你没看到，它叫什么？七月八也今天没有，你要看的话，礼拜天晚上都有，还有礼拜一下午也有。礼拜天晚上七点。因为一般正常人可以接到高层，不过你登山就是比较高的是七月八，高的是七月八。他还没过渡啊，还没到。他红色会过。他不是很近的。因为差不多了，了不起三十，因为我跟爸爸，你过来一些。爸爸用这样。因为以前我跟我登山的时候，我背过背过。现在刚拿这个铁出来，这个哈，我们的今年的龙虎图哈，林先生的哈，那是五大宗教系毕业证明，就这个哈。那刚刚呢，拿这个东西给我干嘛？是今年的请柬哈。我那边，我们看。那我刚刚有点纳闷了，我以为这东西不用在这个地方。结果他认为说，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之一，没有错哈。这每年庙会的时候哈，除了把这个把新汤给组装起来以外，那我们的会员也要聚餐，懂不懂？那聚餐的工作就是由炉主啊去张罗哈。那炉主要发这个请柬给大家，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大家要聚餐。那台语叫什么？假灰啦，懂不懂？利用这个机会。这个会大家聚一聚哈，请柬哦。现在哦，你可以注意看，绝对找不到两根完全一样的保险单。一定会有这个差异的哈，因为每个会的，他对这个法器的这个结构还有做法都会有差异。像你们看，好几个这个师傅啊，在绑那个干嘛？刚才我们看到阴阳师，他是固定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忘了说明，那是不能固定这样把它绑在那边。为什么不要固定起来呢？因为你固定起来以后呢，会影响到什么里面的通风。会长霉菌，懂不懂？所以正最标准做法是这样子。哦，那绑这两个干嘛？作用是什么？绑这两个功用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谁在被绑这两个？各位，给大家举手，大家讲话。为什么绑这两个？这个有功用的，不是没有功用。怎样？弹的时候用的。怎样？对呀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对对对，你也聪明到，这样肩膀才不会痛，懂不懂？它是当垫，你旁边人垫肩膀的哦。好，送一支铅笔哦，谢谢你哦。对哦。刚刚阴阳师是固定的，那现在大太子是活动的哦。好。好来，大家看到，今天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一群的哈，这是今年刚布置完。
传统的保大太子的那个头部哦，还是后面那个真丝物帮我布置的哦，鼓掌一下真丝物哦。新年好，这个很特别了哈，大太子的那个新的头部啊，是利用 3D 扫描哈，然后电脑雕刻复制，所以它跟本尊是100%像，哦，是用现代科技来复制的哈。没有，没有，皇冠不用武器。没有，它的原理是这样哈，下面要有一个那个竹钉来固定，上面也要固定，这样头部才不会跑掉哈。扫描完以后，电脑雕刻，这样才有办法做到一模一样啊。
下去。给大家说明一下哈，就是那个漆叫号漆哈，那个漆杆哈，这是用竹子做的，一般都是用藤做的，我们是用竹子来做的，这是哪边采竹子，知道吗？阳明山，做好，这叫什么？始对建筑，做好，又有人讲什么始竹了哈，那个失去是不是没有出头那个？国歌里面的事情是有那个死哈，就是剑的意思哈。我们常知道的剑圣有没有？它的竹子是这个，很道啊？为什么叫剑竹？因为原住民哦，会把这个拿去当什么？当剑，削一削以后做剑哈，所以叫剑竹哈，也叫死竹了哈。那这个必须要有它的学问的哈，这个弄了好多次才成功的哈，是不是才请？我们的社会员到越南去找，结果怎么样？都不符合规格。最后在我们阳明山找到了哈、哦。这个采竹子它有时间性的，必须要在什么？中秋以后立春之前的竹子才可以用。哦，你如果这个季节来采竹子就不能用，为什么？这个季节的竹子啊，它含糖分太高，容易长虫。这样了解吗？然后这个彩虹。采了竹子以后还要怎么样？还在煎滚煮过，用煮的，用鸡，等于用鸡在做地长的鸡哦，不杀鬼，这么努力，煮过以后这个竹子才不会怎么样长虫哦。要不然很多竹子啊，大概用个两三年就会长虫、蛀虫、蛀掉的哦。我们这根旧的用100多年了，一直到今年因为什么太久了，它开始变质，我们从一直我们今年再重新做新的哦。好奇的竹竿来，弟弟啊，哎呦，看起来，好，刚刚是一样哦，大概只是穿一件那个什么，那个衬衣哈，改变是别的，然后一样先穿固定这个垫肩哈，这样可以让肩膀更紧。
Oh.